这里是松岛圆通苑哦，我们已经走到一半了，然后有放音乐，还有蒙阿波。那现在这树上面还可以看得到一轮明月。他们点灯，我觉得有点像九族文化村一样，他们赏樱的时候会有那种七彩变色的灯。来，跟上哦，跟紧我。有，它上面有指标，拜关顺路。很漂亮哦。哦，有一种味道。对啊，其实我们这样走远一点的比较好拍，快结束了吧？高大的树木，哇，这树好高大！后面人都到了吗？